入平面，接着我又很快的就到演员的工作。现在会觉得我对于自己的目标是越来越清楚，然后也在慢慢的认识自己。这十年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。最近最大的压力在新的角色，因为这个角色跟我的个性或是我生活方式差别非常大，所以会花比较多的观察或是比较多的功课去揣摩这个角色的状态。像我在家会放一个瑜伽垫，会比较常做伸展啊，去让自己的呼吸去调节，去把自己的身体给放松下来。自己私底下也很喜欢用精油类的产品，我以前是非常害怕用油类的人，自从我认识到对的系列就有改观。比如说像平衡洁肤油，它从卸妆开始就会觉得很滋润。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平衡筋膜油，它是很天然的精油，那你擦在脸上很快的吸收，可以让肌肤得到很好的休息。